称嘛。借书还书都要刷条码。条码是什么？刷条码是什么？请问他是王小明吗？不是。啊，你被拆穿了。不可以用别人的借书证借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很好，这个姐姐有带借书证，又有拿到书，很好。那阿姨就会帮她借书。我看